络表，哦，要联络里长，说不定有回应呢。好了，好。喂，我是翠华中学的学生，学校里发生命案了，请快点找人。但我不相信，不相信是人。喂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方同学，我在教室等你。什么？干，不要辅导我，我怕。什么啊？没头没尾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知道电话是我接的？那就是存档点，不要怕、啊，干活怕、啊，我怕。辅导室在这栋的三楼。